现在你们要有一个观念呢，就是红包了吗？哎呀，老板红包。没啦，只会发，啥不能发回去了。确诊当然也很重要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你要打疫苗。因为英国、以色列，他们都是确诊没有在管的。好啦，好啦。他们现在就是要达到集体免疫。像英国，像英国，他确诊已经到3万、4万，但是他每天的死亡人数就是压在最低。这是现在的趋势啊，就是把。这个当作感冒处理，那就是你只要打疫苗以后就有办法把它当作感冒处理。如果疫苗覆盖率100%，你就不用怕这个了。越南很可怜的，越南他们现在的疫苗覆盖率还不到死。爸爸，岳父早，恭喜早，国政早，越南真的很可怜，他们标高高的，确诊的是标高高的，对台湾算蛮厉害的，我爸给你喂了。越南好像就是直接处理，就是你可以，你要就是直接出门，要么就是不能出门。他们是用这种方式的。越南是共产制度，很强制。兄弟在下大雨哦。对啊，王俊南你好，我们现在又有直播可以看了。现在修补好像也不错，也没有很糟。能会发哦。黄鱼啊。400。它是里面整块鸡腿肉的。不会啦，我觉得日本的疫苗覆盖率有30%几，我觉得就算确诊人数很高的话，也不太会有事情。我现在没有在看确诊人数，我现在都看死亡人数跟疫苗覆盖率。对，要送完。几块？
不啦，黑胡椒七块的，七块的。哦，七块哦。不敢不敢，这黑胡椒而且有味。阿公下。大汉要培养鸡哦。卖我讲话啦。啊，无咩。这虾这么水呢，水娃娃呢，不是虾啊！这毛螃蟹这水呢，水娃娃哎，无人要煮。毛螃蟹，毛螃蟹，这个毛螃蟹了。来虾饼，一把火炸，来点。来点豆干，用咸咸的豆干。椰肉碎碎，黄鱼，来点豆酱。看到椰肉，我都会想到椰肉村呢。黄奇伟。月亮虾饼还有吗？第一次找不到。第一次去登记医院啊，都会等啊。我已经打完了。帮我到了，你帮我去。打完。大工都不大工。十天了吧？我九月二十八号就要去登记第二季了。AD 啊？不知道。我到那还没开放预约啊，你就随便写，但看到时候有什么就打什么。不能混打啊！哎，帅爷那给人怕什么啦？跟他拼了啦！我要去打刀关。200。弄你过半。哎，来宾要帅爷吗？无啊无啊。帅爷，你别客气。我是酒类。打了两季辉瑞还是小事。不过。不会啊，陈老都自己打了两季就不会有事了。是哪能办？我还没有。打了两季就不会有事了。你好。我忘记了。黄生助早，艾迪森早，艾迪森早。沙发吧。沙发。加两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二十三。哎呦。哎，沈学美你好。我超想要现场看到他。噔噔噔噔噔噔。下风雷啊！嘛，阿姐啊，姐嘿，哎，下着，一件鲑鱼，一件鲑鱼，还够啥？够啥？去鲑鱼未完啊？我讲对价，对价呀！要不要一趟的呀？我是哦。啊不会。啊你那边下早就开始，你这个就是下早就要清理，这什么什么小，这要清理那个大块大地，那块地，哦，什么挖工，什么挖工。你跟谁讲？啊你啊。跟我讲啥？啊是我啊，还讲啊。这什么生意在干的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洪俊龙早，哎对啊，真简单，非常的简单，吼、哦，来买一包给你，来啦，
蓝色的那个鱼，蓝色的什么鱼？蓝色的那个鱼。爸。蓝色的鱼只有一种叫莺歌鱼。啊，9月28。9月28吧。7月20打第一季，9月28打第一月第二季。噔噔噔。拿下来。够这多的。哇，这单。还好啦。这个怎么卖？我还要。哇，这个。他好像说。这一波。这一波300对吧？这一波300对吧？300。哈喽嘉慧，有预告什么？有一秒的，对，嘉慧，你最近有看吗？我们最近都在直播嘞。对啊，在聊天啊。他就在那边说啊，我要够行，黄鱼啊，够行啊，够行啊，别播的啊，是这个先讲的，来对啊，佳慧，佳慧，佳慧，富贵猪脚，没有下雨啊，没有下雨，一百三能包你啊，我十几包两，大力大力啊。120这种不会料啊，你也是提不到哦，那存一包黄鱼3位，好，黄鱼3位，对啊，林大哥每场都会帮忙，这七大哥，七大哥不还多钱，高雄下很大，我们家签了，那这做定大太阳了，签模，签模啊，爱签模，哎，装在一起啊。东兴市场会有直播吗？会啊，会直播啊。对啦，安尼太好提啦，你成都。明天我是八卦山哦。爸，干嘛？哎呀，你妹妹你还够皮啊？我弟应该有在南投直播吧？我啊买过吧，买嘞，两买嘞，三买嘞，四买嘞，五买嘞，六买嘞，二五八。去教你个伴，早早收摊没有，今天还没有，他可能还要等一下。黄俊杰，你要不要来收？你要不要来清摊？你要不要来扫摊？进人，进人。都黑了。这边扫摊，大概1234567890，这个20000块就可以扫了。好的，剩下的大概20000多块可以扫吧。好，你把客人放开了，我进来换点生意，都爱看。姐姐妹妹，爱吃。好，好，好，来18块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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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期刊履历哦。OK， 场地放工。对啊，他开始休息了。你上去上来要两个小时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两个小时太久了。对啊，基准改礼拜二跟礼拜五，不知道还会不会改啊？改来改去。我长有个错啊。跟你们去改些，你们改些啊。对，我长个错啊。你倒位啊？改个咩错？那老爸那高兴乱改就乱改，真的是。我好不容易通知所有的人，礼拜四吸腿，他现在又给我改。阿峰跑去哪里？那边跑上来聊天。改什么？他去厕所对不对？没有，他后面。对啊，跑上来聊天。阿松跑上来聊天。老板怎么嘛？两位在。老师，你的雨伞先收下来，我刚开了。如果现在有人要把它全包，他会很便宜分。嗯，对啊，他很厉害啊。你刚说什么东西改来改去？明白啦。怎样？两米拜七，两米拜二拜公，两米拜一拜拜三，两米像多少暖？他不是说二五吗？那这个，那再一个改呗。这个，这样调啊，这样调好的，还两百块。几百？二四块，五百，三百，六百。三百块，三百块。这嘛，这上上哦，还能两百。对，加八百。我说话啊，我有没有会议？会议啊，有没有？对啊，礼拜二我直播，礼拜五我弟，因为礼拜五要来这里。你要来这里啊？然后南投就是麦克去了。白带鱼，白带鱼，鲑鱼啦，哦啦，进来啦。白带，不是，我说他的鱼有一个叫什么？白带，就是一片一片的吗？对，一个那个鳕鱼，鳕鱼的那个。头刀，头刀肉没有，今天没有，今天小片的干货。没啊，没啊，碎的嘛，没啊。大片的。我要一个那个，这个呀，三百。飞机耶，飞机这是开沙发。来，坐这里来。还有，张一美早。那个花枝丸有吗？花枝丸有。那要换的就是大小条，不是换的。要什么？还要三百呀？三百。有一千没有？六百那个。七百块。七百。它是大包饭啊，五个人啊，块头啊，一百块。
阿聪晚安，他在后面睡觉了。阿聪在后面楼梯上面，他说晚安，他要睡觉了。啊，吃完了要睡觉。阿聪就要变啦，姐要怕晚安啦，恭喜晚安啦，大家晚安啦。是什么鱼啊？我把我怕他啦，七八块了。哦，够好吃，有哦，要求好吃，要求，还有一个要求弟弟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是我弟。哦，我上次来是看到你弟弟，比较不讲话。Hello， 我弟比较不讲话。我比较听得到你的声音，你弟弟转播说比较没有在讲。比较没声音哦，我叫他以后一直讲话好了。来，我要一份。一份。对啊，来了嘛。你弟弟打了，我前两天不要去，我帮你拿。来，拿过来一点啊！你每次都拿那么。100块。来，先给你，我要找你钱。过一个反。